超级肉桂的味道。嗯，我们现在在他那个国家博物馆的门口，但是今天好像不开耶。今天是礼拜一，然后可能他好像在休憩，你看就整个都是封起来的，所以很可惜。但是这个楼还是挺好看的，然后这个岛就特别，其实它的风景挺特别好。但是呢，今天因为天特别阴，所以看不太出来什么。Just found these kleine Fisch im Biss.我们现在点了一个那个好像特别经典的一个鱼汤，好像大家都在点这个。但我马丁点了 fish and chips， 还在等。这上面什么呀？好像是什么酱之类的。上面里面就好多好多鱼，哇塞，看起来好吃。吃饭喽。尝一下这个汤吧，好喝，是那种比较番茄，就特别番茄的那种汤，好多鱼还有海鲜，好爽啊！我爱吃海鲜，大家都觉得很爽。你这个也不错呀， fish and chips， 尝一吃。你还没吃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好吃了。我也吃一个，我吃一个。怎么样？啊？好吃吗？讨厌。好吃不好吃？好吃。哇，好烫啊！好吃，热。看起来不错，哎，这薯条确实很好吃。烫。嗯。啊，大闸蟹！哇塞，好爽！我们现在在那个 Königsplatz 旁边，然后这一片就是那个 Königsplatz。 哎呀，这是丑的，好丑呀，就这边还挺好看的，还有一个小小的咖啡，好可爱呀。嗯，像温室一样。然后不知道前面有什么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
看起来好好吃啊，我的要的是个蓝莓派，然后现在加的是那个香草的酱，然后马丁要的是那个蔓越莓，哎这叫什么来着 raspberry 派，然后也是加了香草酱，我要的是 mochaccino， 他要的是芹菜 latte。 这个小咖啡好可爱啊。我们现在回到酒店了。我现在这个角度很奇怪，因为我在躺着。为什么我在躺着呢？因为我刚才吃的那半块蓝莓派吃的我恶心，我现在好想吐啊，一路上都很想吐，就是太甜了。同志们，瑞典人民吃甜的程度我是服气的，就是甜到一个你真的是无法自己一口都吃不下去，然后喝两杯水都就是都中和不了那种甜，然后我现在就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中午来一家他们这边特别有名的一个那个牛排店吃牛排，看起来好好吃啊，突然好饿，这种胖薯条我就超喜欢那种胖薯条。